王牌家族，尤其是腾哥，我们会用四个字来形容：老胳膊老腿儿。但是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我们王牌家族有了马丽的助阵，让你知道又一套老胳膊老腿来了，让你知道他们俩的搭档也改变不了什么。下一环节，我们大家都会动起来，它叫做舞动青春。哇！超稳微云台，夜拍是王牌 ，vivo 王牌时刻，马上进入我们的下一关，舞动青春。哎呀，我发现啊，要玩好游戏呢，反应是一定要快，脑子里的 WiFi 呢一定要快速连上。那咱们这里的网络是不是不够好啊？小度，小度，现场的网络怎么样啊？我在，小度正在帮你检查网络，请稍等，网络状态非常好，心情自由自在。Cool。这轮我们要比的是两队的这个模仿能力以及肢体协调性。是的，我们也给青春偶像队呢请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助阵嘉宾，他就是最近正在热播的奇幻悬爱剧《司藤》的女主，著名演员景甜。热烈掌声欢迎他。欢迎景甜。Hello Hello， 大家好。这关我们要考验肢体协调、动作记忆。肢体协调。哎，别结巴呀你。凑合。言语上非常谦虚啊，努力的目标就是战胜王牌家族。嗯。好，来稍事休息一下。好，谢谢。同时呢，为了更好的考验两支队伍，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年轻人来担任这一关的关主，让我们有请《青春有你》第三季的训练生们。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零时巴黎，收音机，你听几点几？短短的地球外还有多你，但相遇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一起。于是冬季七十一暖杯巧克力，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穿越黄色在你头发，平行的话滴滴答，即使交叉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吧。忙碌回忆你头脑转不停，我街头散步偷偷喘口气，冷冷叹息，倾听心里同时期，就像在一起。我偏爱放浪民歌的热情，你今夜没演那古典钢琴，晚风小雨未曾熟悉，深呼吸，你会在哪里？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察觉黄色在你头发，平行的话滴滴答，即使交叉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吧。感谢各位训练生啊，下一关青春队还需要你们的帮助。三二一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春有你三训练生。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听一下小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轮的游戏我们该怎么来玩。
从第一名嘉宾开始跳出自己的舞蹈动作，第二名嘉宾要模仿上一位的动作，然后跳出自己的动作，依次接力，直到某一位无法完成动作或者记错漏掉某一个动作，则该队失败。从我这里开始，第一个梁森，你往那个男的整，拿你，那我们就够像了那个。注意啊，注意啊，我们注意学他的细节。先正常节奏跟音乐啊，哎呦，音乐的要。这是好了，不要了，就这些，就这些。我感觉到不了我这儿啊。接下来是蛙哥，蛙哥头都大了，行吗？你行吗？哎，你在前面再好比一遍。你自己的动作，宝哥看蛙哥的动作，哇，好帅哦！喂，宝哥，好来了啊！哦，这还有自己动作呢？哎，是不是为难春春就看你了？啊！怎么还有这个？什么啊！哎呦我的妈呀，完了，归队，这太难了。 OK， 我不管。好，春春开始。哇，对的对的，一个旋转。 OK， 对。对对对 ，OK， 没问题 ，OK 可以啊，自己的动作，自己的动作。下一个腾哥，你也可以往回收一个动作，难一点。春春专攻胯骨轴，胯骨轴，胯的动作。再做一个眼睛好了。哇！什么情况？我就是练出来的啊，因为我想在化妆的时候还可以看手机。哪有？行行行行行，小兄弟哥，有劳再来再来一下。走。哎，看腾哥那劲儿，看看腾哥那劲儿，看看。你给转，我来转一圈，漂亮，漂亮，我还想跑呢，我那可是腰不动啊，你看看，腰，腰，我这看不着这个，腰腰腰，啊，只有脚啊，没有腰，腰，哎呀，假肢，完了还得回来，还得回来。他全是这个，你的眼皮呢？眼皮，眼皮。腾哥好像在逛公园啊！啊，你在家自己动作。哇！啊！一个扫堂腿，你这是为难自己吧？这为难自己，可以的，这可以了，加一个扫堂腿啊！哦哦，好漂亮，漂亮，是吗？可以啊，可以啊。第二个转圈，转圈。哎呀，可爱。啊，对，下地，下地。这个不错，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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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掉头呢。厉害，厉害，厉害。扭胯，扭胯。哎，对对对 ，OK。对，最难的一个来了。下，滚。这可以再加自己的，再加自己的。我们这一组一直都很扭曲的，我们就加个手。哦，这个还挺简单的，是不是？这对他来讲，这个难度不大。哎，看下一位，看下一位。对，我感觉我的手就是残疾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俩玉石板。来吧，小腾。怎么来着？
行，还行，还行。然后第二个是，哎呀，哇，不错不错，一个主持人能跳到这样，不错。还行还行，再来再来，可以，一只眼儿，一只眼儿。一个小长腿，来，你看，你看没？你看没？然后最后呢？手，啊对，好，左架的动作。哦，这是。然后我手，哇，哎呀，这个狠呐！他太软了，啊，这还能跳。小童，我们俩不是一个年纪的人。哎呀，那也对不住了，小明哥。来第一个是吧？